Hello，大家好，我是俊啊。现在呢，我在北京南站，因为呢，我即将迎来一个月的假期，然后我要去，还是去山东那个家，然后休养生息一下，就是去度个假。冰拿铁，然后少冰。我这拍着视频呢，欢迎你。然后我待会儿帮你打马赛克。上次来的时候，那个还是冬天呢，所以就是没什么景色。然后现在夏天，基本上也都绿了。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然后呢，我没吃晚饭，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就这个点了，有些讨厌的家伙，然后还在发什么。录视频，然后不收拾房间的时候，到底有多乱？就是这么乱的。稍微阴了一点儿，然后但是天气也不错，然后我们打算去海边玩一会儿。反正我过了这两天，哎，是这么走吗？啊，这边。反正我过了这两天，天气都特别好，然后所以就是心情非常的愉悦。然后再加上现在要去海边了，啊，这边这条路。City for a while due to the rain. Oh, I see. So as soon as it stops raining, you'll leave. I hope that the rain will never stop. What? If it continues, I'll be able to stay here forever. That wasn't meant to be a joke.
Four. It's a hard drive. It's a hard drive. It's extremely hard. It's extremely hard. Five. Five. It's the back door. It's the back door. It's far back. It's far back. In early spring. In early spring. The ugly duckling is swimming in a small pond. In the backyard. In the backyard of the old farm. He sees a shimmering reflection in the clear water. What a great surprise. In the clear water. Clear water. What a great surprise. Water. Reflection in the clear water. In the clear water. Water. In the clear water. In the clear water. Understand, understand, understand. 就是美音中它这个 and 这个音特别往鼻子里面走，就好像进到鼻子里面去一样，就是那个 and, and. At this point, we won't be concerned with why we're stressing a particular syllable. The understand will come later.然后今天吃的也是比较简单吧，然后其实我也懒得就是再去弄什么东西了。我那个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买了什么吧，因为我过来没带支架，所以我现在只能手举着，可能等会儿会有点抖，大家见谅啊。然后今天这个购物分享呢没有推广，然后到时候我会把那个具体的信息放在评论的置顶吧，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首先就先从这个笔开始吧，这个其实不是我最近买的了，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这几个颜色。我在纸上试了一下颜色啊，因为今天阴天，但是我在阳台，所以光线还可以。再往下呢，按顺序说吧，就是这个小药盒。这个小药盒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因为我平常吃一点 VC 啊 VB 什么的，它这个里面也比较实用，然后打开之后是这样的。再往下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比我了解了吧，就是安耐晒的这个金瓶。然后我就想，哎，会不会这次来了海边，然后我就能不被晒黑。然后后来我还在微博问了一下，但是呢大家都告诉我还是会被晒黑的。实践证明呢我还是被晒黑了，就是它只能是防晒，让你不被晒伤。然后呢我买了两瓶60毫升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帕尔玛之水的这个香水，之前我试过它的分装，然后我就特别迷这个系列的，然后所以我就试完分装的几个之后，然后我就开始买正装了。这次买的这个是，我看一下啊，这次买的是50毫升的。哎，我这个单手操作简直是太，这个动作怎么这么猥琐呢？瓶身是这个黑色的，也挺好看的。然后我看网上有说它的这个喷起来就是比较像肥皂水，但是我就是迷之喜欢这个味道。而且我觉得就是喷完了之后吧，就是到后面的时候它就不太像肥皂的那个味道了。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味道呢，就是这个系列下面还有一个应该叫沉香吧。然后其实我也就是对这个不是特别懂，什么前调中调
之类的，我就是觉得哪个喜欢，然后就买哪个，具体还真是没有研究过，所以你如果想买呢，也可以就是买一个小的这个分装来试一试。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边这个比较大的，就是一双乔丹的，就是拖鞋。这双拖鞋它就是底比较厚，然后比较软，我就特别怕那种就是底特别薄的，因为那个走起来的话就是特别不舒服。然后它前面是这种粘的魔术贴的这种然后这块有一点麂皮呀、啊、或者是什么，然后这个黑色配黄色也挺好，因为我是属于那一到夏天我就是没有夏天没有拖鞋就会死的这种。然后呢，接下来后一排。这是一个雷朋的墨镜，然后因为这次反正就是我有点犯傻，就是我有墨镜，但是呢这次我忘了带了，然后这次大家知道就到海边吧，它这个阳光实在太刺眼了，所以我就临时就是买来救急的。这个雷朋这次买的就是比较普通的这种款式的吧，然后这个边是金的，然后这个镜片是墨绿色的。然后就是我买眼镜一定得买这种有镜托的，因为我就是属于鼻梁反正比较低的那种，没镜托的话它会一直往下滑，再加上就出油啊什么的。然后呢再后面这是一条短裤，我这回出来休假的时间比较长嘛，然后我带的衣服确实是不是特别够，然后这个短裤是就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余文乐的那个潮牌，我之前买了一件衣服我觉得就是挺好的，所以我这次又买了他们家一个短裤。然后这个 Madness 这个牌子吧，就是工装的特别多，然后我也挺喜欢这种风格的，大家知道吧，就是毕竟我是个硬汉。然后这块是它的一个小 logo。 然后最后呢就是最远处的这一件短袖的 T 恤衫，它就是一个潮牌叫 Undefeated。 然后它的正面比较简单，就这块有一个 logo。 然后我比较喜欢它的反面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就是相扑的这种图案。然后这件其实也是因为我这次带的衣服有点不太够，然后所以就是买一件临时就是拿过来穿的。现在呢，太阳基本上下山了，然后我出来跑个步。